好，待会两件事情啊，第一个就是过这个要进啊，要进克罗埃西亚啊，所以要这个要扫描以后盖护照章，过了哈、啊，过了这边，过了这里哈、啊，等一下一过了这个关卡哈、啊。前面有一个那个应该是可以换钱，不要换多，就是你我看一个人，就是你最多一个人就是换50欧就好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就是换成库纳了，哦，你就用50欧一个人呐、啊，啊、哦，不要换超过太多了，啊、哦，然后因为今天就到了嘛，那明天从今天晚上，啊、哦。就住克罗埃西亚，然后明天再来几天都是在克罗埃西亚，还会有别地方换的，因为汇率会变动，所以我不建议你换多啊、哦。对，说不定过两天在别地方换，说不定还比较好一点。嗯，然后 OK 吧，了解吧。如果你需要哦，对的，便宜啦，这里这种都乡下地方，这又不是巴黎，又不是什么什么维也纳，这里都是，这特产就很多啊，石头啊，草花草树。小东西啦，蜂蜜有，你要去类似那种传统市场比较多，蜂蜜啦，或者是松露也有，对。可是松露哦，这个东西学问很大。哎，这个松露，你克罗埃西亚有不错的松露，可是有专门产松露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叫摩托温，可是我们没有去那里。可是你菜市场卖的，有的那个质量不是很好。松露这个是老饕的最爱，松露跟鱼子酱，跟这些哈、哦，就是很多东西啊。松露啦，哦，跟这个贵的很贵啦，贵点也叫贵啦。花草茶，我跟你讲，花草茶比不上台湾的青草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台湾的东西很好，像我每天都喝龟鹿二仙胶，我自己酿的，还不错。我早上喝土龙酒，晚上喝龟鹿二仙胶，对、啊，都这东西比较好。你说花草茶那种茶包的东西会多好，很多都是香料啦，我会不会骗你，而不是茶叶，超级市场都有了。你喜欢那种类似花茶什么一盒一盒的那种是吧，一袋一袋的用泡的那种吗？嘿，哇哦，弟弟，台湾你喝茶叶会你用那个泡的吗？Exchange close， 前面司机说了，这里换不到了，去那个 hotel 问问看。冬天呢、啊，连这个换钱都不做生意。嗯、花茶这种，你去什么英国一堆呀、啊，会很好吗？我都不觉得，是吧？你在台湾，你是喝茶叶还是泡那个什么高山乌龙？那个 hotel， 对。对，那种你会觉得很好吗？对，对，买咖啡，我建议你不要买花草茶，你到了维也纳买那个小红帽，对，那还比较好一点，也不贵。小红帽，对，没错。到维也纳买小红帽。维也纳的那个大街上超市都有，对。还比较好一点，那至少是磨、啊、豆子磨的，不用赚钱。松露刚刚讲是个松露酱不贵，可是你如果看那个瓶子里面有一整颗，那贵死了。对，松露怎么吃？老外就是意大利面上面用那个爆的爆几片，吃吃味道。对。那个有人说好吃，有人觉得哑哑无味，这个东西。
另外克罗埃西亚还有他自己有一个巧克力，他自己有个牌子叫克拉斯，你可以查上网查一下 KRAS 克拉斯樱桃口味还可以，我不敢讲多好了，我看到的时候我告诉你也不贵，克拉斯百年老店，1911创立，跟我们民国元年一样，所以这个很值得买，这个跟我们元跟我们开国一样，1911。连换钱都休困，我要听这，拜啦，无啦，这关卡有啥物好碰？没有拜啦的，哎啦，做小好事，换钱，这摆人少啦，伊无要上班，没关系，到反正也还不急着会用到这个库纳。KN 库纳有可以换的地方再换了，这个没有开就不必了。杰克有的店两种，对啊，杰克还是克朗啊，杰克克朗还是在用啊，还没有整个用欧元呢、啊。所以你现在去捷克，你是还比较便宜、啊、你要这么想，全部都用欧元，物价会提高。所以你现在，比如说你来克罗埃西亚，你这时候来，他还是有用库纳，他那个什么物价比较稳定。你全部以后全部都改欧元，物价会对吧？会提高了。对啊，没有错，捷克是。用克朗，克朗有的店也收，哎，要有的店他就加麻烦了，伊都不爱修。超市的也是。哎，那家的超市的维修，我的维修欧元，他就不收，他不是觉得麻烦，他收了欧元，他还要去银行换整库呢，他觉得太麻烦。是欧盟啊，可以，他就不要啊，他就还不要啊，他还没有把自己的货币改啊。克罗埃西亚是欧盟，当然是欧盟。如果克罗埃西亚不用欧盟，我们就要办签证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不是欧盟，我们不是应该要办克罗埃西亚签证吗？慢慢来哦，不用急。啊，没有人家去、啊。动作很慢，扫描加护照。你看就知道了吧？不用他讲。